彰化县二林文化教育园区五日上午正式落成启用，结合中正国小55周年校庆爱心义卖园游会，为园区注入充满年轻活力。彰化县长主播员亲临主持剪彩，也期勉大家以感恩的心，感谢对文化教育园区奉献心力、付出努力、留下贡献的每一位好朋友。我们二林文化教育园区在今天即将正式落成来启用。我们县政的蓝图2、4、6、8、10两大都市计划、4大工业区、6大交通系统、8大生活圈的品质提升，还有10大博物馆的计划，我们二林文化教育园区就是我们8大生活圈的品质提升计划很重要的一个计划。我们希望在未来，这就是我们二林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民众休闲活动的场所。我们也期待在未来有更多更好的展演团体能够来二林、来文化园区来演出，这是一个大家能够共享的一个快乐的园地。会中由卓县长启耀园区大门，带领大家进入活动中心。现场小朋友十分热情，和卓县长开心击掌，并参与义卖活动，互动热络也带动现场气氛。来，现在随便横架，一好一，几块几块，没有没有，十没有没有，五五千五千，校长给10000。校长喊10000，会长要不要跟他拼？满意啊！满意。还有没有？一万了，一次，2万了，2次，1万了，3次，成交。二林文化教育园区启用以后啊，对地方上的艺文活动将有很大的帮助。同时哈，我们地方上哈婚丧喜庆也都可以使用这个场所。那另外我们也会安排很多的艺文活动，到我们二林文化园区来进行表演等等。希望可以对二林地区的文化教育的推广哈发生很大的正面的作用。另外我们二林文化园区有宽广的户外广场，目前呢哈，绿草如茵。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附近所有的民众啊，也可以到我们二林文化园区从事休闲娱乐的活动。工程完工后，未来的营运使用更加重要。相信新园区的诞生将提供给师生更优质的教学活动环境，并提供社区民众活动、休闲及学习的场所，使园区成为社区文化发展的中心，更能为地方培育出更多的杰出人才，贡献社会国家。